嗨，各位观众，哎，感谢持续收看奇哥、达哥、奇达这一家。哦，那今天是2020年的3月17号，奇哥直接用直播方式来做一个全不锈钢电锅，大龙电锅的一个开箱文呐、啊，哦，开箱文。那这边我的背景，哦，我的背景这边有写全不锈钢电锅，一个开箱文。哦，那首先呢、啊，我要介绍一下是在我们这个新庄区，哦。新庄区幸福路这一边，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这边，哦，在我的这边啊，地图会标示，哦，这个幸福路的602号之一，哦，等于是幸福路跟中华路口交叉口这边，那他们已经经营最少快30年了，哦，快30年，哦，那服务非常的好，哦，加一个赞，哦，他们里面那个店长，哦，因为今天家人刚好。需要大龙电锅，其实讲蛮久的啦。因为之前大龙电锅就是铁的，会生锈，会对身体不好，等等什么状况一直产生。后来一直在研究说，要买哪一种电锅，但是用到习惯吼，说实在的，很多电锅啊，还有电子锅啊，真的功能太多了吼。像我现在开给各位看一下网址，哦，全国电子的网页，你看电锅、电子锅，有没有？哦，非常多的东西哦，你会想说，天哪，这怎么买呀、啊？有没有？现在这么多东西哦，还有电视哦，所以现在的科技很发达，就是说我们直接可以在网络上去购买我们想要的一些产品东西哦。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见到人哦，人家讲见面三分情，因为你买了之后，你才会发现说有人的服务是非常好的。虽然网络买有些人说，哎，很便宜，很怎样，等等，点点点点点。那我买大龙电锅，也有人问说，哎、啊，你怎么不去全国电子买？不是去大龙电锅，而去全国电子买呢？因为大龙电锅之前有开一家啦，啊，收掉了。那全国电子这一家快30年了，所以还是想说就方便嘛，因为小家电修都是免费。那在这边寻找啊，我在他的官网看啊，因为小家电里面既然找不到，所以我去线上购物这边，线上购物点下去之后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线上购物这边它的官网原本是这样子进来。好，那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各种种类，有没有？这边有分很多种。那我们生活家电，我们就直接找我们的刚刚要找的一个厨房用具，哦，不是电子锅，大龙是属于电锅，哦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头这边有没有电锅？哦，不是电子锅，是电锅，哦，电锅点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你要买大龙电锅没那么简单，哦，第一个它就有分这么多种，哦，上网去看有没有十人份啊？哦，像头上这个，有没有？再来这边十人份的。哦，这边十人份的，那再往下看，有没有？这有11人份的，价格都不一样。那后来我发现，我妈妈买的是直接买这个6290块，哦，因为它这个2000多的啊，你去比较之后，去比较之后发现，一个是十人份，它是经典的电锅。那后来我们买的是全不锈钢电锅，因为还是很多人觉得说，哦，吃了全不锈钢的电锅对身体会比较好。那店员服务的品质真的是赞。那在讲解哦，还有不懂，他都会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要这种电锅啊，为什么它的材质什么。当下我还没有学习录影啊，改天如果有机会再录影给各位观众去了解一下说他们电子哦，还有全国电子多专业哦，啊，做这些解释，让你知道说，哎，我会很想买哦。那看了这个电锅之后，你就想说，哎，为什么会买这一种？也是他们推荐，还有我们刚好需要。我就会去买。好，那各位观众可以再看一下我做的一个影片欣赏哦。哦，这就是我刚刚要准备要做开箱文的一个影片记录了。哦，那现在说实在的，电子消费很方便。我今天上网直接去点一点买一买，就很多东西可以做购物啦。其实现在有些上班族也没有空嘛，你就是上网找，直接买，点一点就好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像我刚刚讲的，还是希望有人的感觉，所以说我直接去那边现场买了之后，来做这个记录，做这个分享哦。所以我就把他的东西拍照、剪辑哦，啊，做成一个影片，差不多2分多钟的给各位观众欣赏。那其实哦，很多东西在直播这边跟各位观众分享，就是说。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人去问，一定不会懂。就像我今天一直在想，我不是说今天啦，其实我想很久，这个电锅也是一直要买。那
不知道怎么买就很麻烦，因为不懂嘛，我们非专业嘛，就跟我们讲钓鱼一样，钓鱼一定要有专业的人跟你讲解哦，不然你就是要去看书。那看书学到的东西不是活用的东西哦，看书基本上就是人家常讲死的东西。那你如何让这些东西学以致用，就是去试、去抹、去踹。我就像我的冰箱的手把断掉了，我也一直在找手把。那找专业的问，然后说对不起，这种专门的有些没有办法有。他们买的东西都是定制的，好像现在目前看到这个是他赠送的一个四个碗，哦，全国电子就甘心送的一个礼物，四个碗。那我就用这个照片跟影片给各位分享，好，那顺便跟各位解释说为什么我会去全国电子买，哦，因为难怪我就甘心，哦，真的去全国电子买时就甘心了，因为他的服务跟热忱，尤其那个主管在那边真的待了很久。好，那我后续再来就是做开箱，好，来做个影片记录。那直播的方式跟各位讲解，就是因为就甘心呢。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好，那再来就是开箱给各位看。哦，首先我们看的话是他赠送的碗，哦，赠送的碗。那赠送的碗的话是这样子。哦，他总共有赠送四个碗，哦，所以说全国电子就甘心咩，哦，一次四个碗。好，哦，那我刚照片上有已经展示过有四个碗，那再来就是开箱。哦，整箱打开这么大一箱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拆开之后。哇，直接就是一个电锅了。哦，直接就是一个电锅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的隔间身拿起来，再把电锅拿起来，哦，整个电锅就拿出来了。那里面呢什么都没有，哦，一张保证书，哦，那基本上现在保证书也不需要了啦，现在很多人都直接上网做记录啦，他当场会员登录之后所有资料都有。那再来开始打开锅盖。哦，锅盖里面有送一个小锅盖，那再来里面有两米的杯子，还有电源线，哦，跟它的静电地线，还有我们一个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能源标章，还有饭匙，还有电锅说明书。哦，那因为现在应该很少人看电锅说明书了啦。那再来，他又有讲说，此机型为不锈钢电锅系列，可直接将内锅放入外锅中使用，不需再放入蒸盘。那它里面现在目前还有这个电的，还有刚刚那个蒸盘啊，其实它现在就是说已经不需要再放那个蒸了，所以就直接可以放内锅。好，他刚刚讲的意思是说，此机型为不锈钢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最怕就是。以前的很多锈哈，啊，会造成说一些哦吃了对身体不好，所以现在此机型的电锅系列是可直接放内锅哦放入外锅用，不需要再蒸盘。哦，那。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啊，记得后续使用状况再跟各位做个回复，哦，那如果有喜欢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点分享，哦，那就这样子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